喂，喂，Alfred 吗？你知道娇小雅不见了吗？娇小不见了，我们家约在幼稚园一楼，然后一赶一起去找她。好，我带你，我带你，我带你。赶紧找到。找到一张纸条了，是什么东西？这个感觉这个犯人是一个很白痴的人。怎么办？不是，我秒都过了。哎，现在剩下赶去。该不会他中邪了吧？该不会他被打昏了吧？
一切都只是个梦。